这是 Old Magdala Rocks， 跟我们之前所听的这首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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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非常大的出入，因为它是这首是 Rocks， 是摇滚，还是非常有趣有劲的一首曲子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全曲呢，分为三个部分， Section A、 Section B、 Section A prime， 就 Section A 一撇。我们来看一下 Section A 和 Section A prime 有什么区别呢？先来听 Section A。首先就是 Section A prime， 只是 Section A 的一半，因为它这好，它没有这一句，所以我们叫 Section A prime。 来听一下 Section B 非常有趣的一句话。好，这里感觉非常快的，好像是小动物在那边叽叽喳喳的，或者在跳舞，在轻轻的合唱。然后这里是一声的是，比如说小鸡打了个鸣，然后呢就回到了。好，首先来，我们来从头开始讲，这是主旋律。好，这是 C 大调 C major 的一个转位，然后右手呢是第三小节。什么呢？是不是 G 大调的一个音阶？好，它这是下行的音阶。好，这里呢是不是 G 大调和弦、F 大调和弦，然后 G 大调和弦？所以它这里可以是相邻的，也可以叫做 swing melody。好，到我们第二行。手的上行音阶，刚才是右手下行，然后这里是左手上行。好，相当于两个手是倒影的关系。好，这里是另外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呢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非和谐音，然后是主旋律，这就是这首曲子啦，非常有趣的一首曲子，希望大家练得愉快。